大都市区怎么还有这样生活环境的人？感恩他能一下子信任我们慈济嘛，他也感觉到我们慈济的真诚嘛，所以他也愿意让我们清理。垃圾布满整个房子，墙面、家具到处都是，蛛网成风。乍一看以为这是间没人居住的房子，但其实不然。患有精神障碍的魏先生独居在这11年，是他养猫养的太多了，对，所以我刚才在敲这边，我在挖的时候都是味道很浓，然后进来那个门口那边也是味道特别浓。我们能做能帮他把家里清干净，爱让他身体健康，对，这是我们的福分。今年累月的杂物及虫物排泄物堆积，恶臭弥漫，给邻里带来困扰。社区工作人员因此主动向慈济求援，志工从1月初开始关怀，直到3月才终于能介入打扫。心态上非常顽固，想说把这些赶快给它铲起来，把环境给它清好。你们不是一般意义的清扫了，这种东西就是用心在做的。我想他今天他也会感动，接下来希望他自己能够自己清扫自己的房间。我刚刚跟他讲好了，我说我给你洗得很干净，以后你就是要保持这样子。我跟他已经也跟他讲了。志工的大动员，左邻右舍看在眼里。原本紧闭家门的他们，这个午后迈出了关怀的步伐。那是牛房的，牛啊，种啊，那是牛房的啊，好啦，一斤车车种啊，真好食啦。大家很辛苦，我很感激啊。那我好，现在看自己的家满意，满意。以后还会继续保持，真的满意吗？会。魏先生的允诺是志工辛苦付出后收到的甜美礼物，这份互信还要继续。台新闻，郑善美志工何燕君、王慧娜，福建报道。